弟弟，冬季庙到底俺公呢要不能讲两张俺绍兴老百姓的一个杰作，你看看给桌子高头呢，给的牛王包，给的艾草，你要不能牛王就要不能下个王字，给种都是俺绍兴老是个种杰作。这个是永王妃用烧酒调和下以后呢，手臂调和好，然后呢下令了呢，俺骨头下个王字洞，金带什么比金一点。再给个东西啦，俺老百姓里的我的也是比香不啊，这个女王酒呢，那也可以说是说中不讲。端午出艾，一方面艾草有祈祷的方向，具有驱赶少虫百家和净化空气的作用，而以得当的菖蒲呢，常被将金银民间的称为铺金，传说可以斩百家，因此前面的包衣出的门口的用于避邪，同时得到石渠旁平遥度过炎炎的火灾。